我们不会是最低分嘛，所以我们队长就不会来啊。不会吧？你猜我们第几？第四。都猜得要好一点，我们第七。我都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是第七。我也没想到。今天观众火力值有255，滚烫火力值有150，然后总火力值我们就是405，然后排在第七位。对于这个成绩我很失望，我觉得至少前三吧。你做到倒数第二，你是争一保二的，那这个落差很大，有很强烈的失落感。对，我们把三个人发挥到极致，但是有些客观的因素它改变不了这个结果，很难受。我反正觉得我们组不差，对。听不到，应该不是他。对。有点奇怪。对。很忐忑。我们队长还没回来。啊？刚刚去厕所。我的向导他在去厕所了。他去吃厕所。哎。春哥，队长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耿耿啊。等等，哎，有东西。加成火力值零，519。519，总火力值排名四 ，OK。自己蛮满意的 ，OK 啊 ，OK。没有一定，哎，很气馁啊！为什么能不能得不了第一，得不了第二、第三？没有。这整个过程你很享受、很开心、很快乐的事情啊！但一二三拿到就更开心了。其实。